大家好，我是 Joe。Welcome to Joe's Chinese class. Let's learn the days of the week. 今天是星期几？ There are 7 days of the week. 一个礼拜有七天。Let's go, 开始喽。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几？ What day is it today? 今日は何曜日？星期一，礼拜一。星期一，礼拜一。 Monday, 月曜日。 Monday, 月曜日。星期二，礼拜二。星期二，礼拜二。 Tuesday, 火曜日。 Tuesday, 火曜日。星期三，礼拜三。星期三，礼拜三。 Wednesday, 水曜日。Wednesday, 水曜日。星期四，礼拜四。星期四，礼拜四。Thursday, 木曜日。Thursday, 木曜日。星期五，礼拜五。星期五，礼拜五。Friday, 金曜日。Friday, 金曜日。星期六，礼拜六。星期六，礼拜六。Saturday, 土曜日。Saturday, 土曜日。星期天，礼拜天。星期天，礼拜天。Sunday, 日曜日。Sunday, 日曜日。复习 ，reviews。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今天是星期几？ Monday, 月曜日。星期一，礼拜一。今天是星期几？ Thursday, 木曜日。星期四，礼拜四。今天是星期几？ Saturday, 土曜日。星期六，礼拜六。今天是星期几？ Wednesday, 水曜日。星期三，礼拜三。今天是星期几？ Sunday, 日曜日。星期天，礼拜天。今天是星期几？ Tuesday, 火曜日。星期二，礼拜二。今天是星期几？ Friday, 金曜日。星期五，礼拜五。Good job! 辛苦了。お疲れ様でした。Thanks! 再见。またね。